宅在家省钱购物，姐姐妹妹们喊加一，买东西回来就香喷，多方便。另外我也觉得很划算，还有啊，要省钱啊，没有在赚钱了，因为疫情嘛，闷到你就觉得你一定要花一点钱，然后就发现这一台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它这是舒适的，对，这个现在还有卖吗？还有啊，来谢谢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